翻学你好惊，校园电视台你仲惊，田园史上最辛苦嘅工作 ，TVC 当值，拍片推片剪片主持读稿收音采风苦力乜都有，早播天未光就出门口，比赛天黑都冇得走。你可能会问我咁辛苦嚟，到底为咗啲咩？我谂我为嘢都系自己兴趣，同埋希望对得住自己依家嘅岗位。过咗咁耐都唔记得介绍翻自己，我系 Five Dog 班陈家豪，亦都系今年 TVC 嘅副台长。9月11号、12号，希望可以见到你啦。本片青少年及儿童都关你事。